这是提成，夏主任也这个还多呢。你的公司每次都发这么多钱啊？哎，这家公司能有什么问题吗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欧阳一峰，能不能别老这样？看你真讨厌。夏主任你好。夏主任你好。夏老夏，夏夫人，您好。夏老夏，夫人，您好。包谁的？谁的？我先走啊，您先忙啊。心情当然好啦，这还要拜你何大人所赐，我这个月业绩基本完成了。哎，小兰，要我说，你得控制这条电费，我也知道。嗯。哎呦，我可没个命，我还得养家糊口呢，我去赊借来赊去的，我还得挤公共车费，累着呢。 有啊，那我送你的。哟，这我可说说不清，我怎么能接受你那么大的礼呢？说什么呢？这事你别管了，有我呢。